我利用暑假创作了我的第一本漫画处女作。惊，原来男神也爱我。那天等会儿，所以你说你谈恋爱了是在你的漫画里啊？然后你漫画的男主原型是白泽啊？给我就行。然后呢，继续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大反派出现了。他是一个性格乖张、脾气暴躁的。他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喜欢女主，所以他坏事多金，从中作梗，一直阻碍男主和女主的感情。这个什么东西啊？等会儿，你拍叫什么？沈明熙。沈明熙。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我好像是凭空出现的。哎，同学。同学？对，我是学生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差点撞到我。什么事啊？那不是你刚刚自己叫的吗？怎么还是疯疯癫癫、神神叨叨的？那不暑假还是不张脑？